让人间充满着慈悲，观世音菩萨就会常住在人间。世界一千万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将于2018年10月7号星期日亲临洛杉矶，为众生指点迷津。免费门票请拨打热线6264707618，6264707618。